阿乔谁？他来那么慢。啊、他来那么慢呢？哎、欸，东西姐姐，东西，会不会怪我吧？我没有皮，我没有皮啊，我没有皮、啊，没有啊。他就来得很慢呢、啊。啊，弹椅子吗你？我才按两下而已，啊，就没了。如何？豆腐文件擦的如何？我就多按个一两下，还好吧？你看这以后大家都多怕了，这坏很延迟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什么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看，现在还搞得人心惶惶。要等，他说要等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等？等什么？门口没开，门口开了、欸。要等什么？要等什么？就没有出现啥，这我们看过了，只是那时候我们按的是按超多下、嗯、啊，可是我们不是要卖东西吗？大家等他哦，为什么要等他、啊、为什么等他？你看为什么等错手拿东西啊，他们就不出来啊。你看，对啊，你们这，我跟你讲，牺牲我，然后让他们现在怕的要死，笑死。他说窗口打开在里面，然后我还可以吃东西，看那个前面那个门打开，要死，又一口。有了，有。我觉得就按两下，每次按两下。阿比阿比，哎，嗯，跑掉好好笑。尸体不会出现在这。然后开，我刚刚没开。他说我们要先买东西，不然钱会被扣。哦，哦，那我们现在要买什么？完蛋了，阿乔不在，完蛋了，我们全家。看现在有什么？你们身上有手电筒吗？这边有一个原本的手电筒。我没有手电筒。我看一下他什么时候折扣哦。非需什么？非需卖？我查一下。我觉得窗口开好累。谁知道什么时候窗口开？糟糕版的电池。但是我们要把阿乔召唤回来吧。我们要是按一次都被抓了，哭了吧？这个段的。先买完东西。喜欢今天的游戏。再高吃掉不也没有五块钱？我们那个。今天多开一点，但明天就不开彩了，明天休息了好不好？不是，他一直没出来哦。礼拜天一定的休息。J E T P A J E T 传送吗？但是我们要先买基本的喷射背包，这样对吗？不要买喷射背包啦。大多可以再揪。我帮你翻哦。看他们礼拜六还是礼拜天？应该礼拜天吧，礼拜天八点。因为手身上有手电筒吗？我身上没有。那手电筒还要再买一个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手电筒。老板比耐心哦，气死哦！因为对啊，你们分组的话要两个手电筒，所以是买手电筒我先买。好，买一个。好啦，刚刚我是有听到音效啦，先买确实，但我就只是觉得，然后便宜的可以快一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买便宜的好了。你的死亡率可能可以买便宜的。铲子只有一个，是不是？看他们之前够不够、啊。我们就遵照游戏啊，我倒了就。然后买那个传送的可以买。没办法跟他们多说什么。被吃掉不能传，是不是？尊重。那说题看起来是超级强哎、欸。你们可以趁阿乔不在的时候乱买，是不是？没。我们买传送门啦。传送门是什么开头？看一下。他们干嘛要用一口买？他都看不懂英文。传送门是 T E L E。不是哦，他公司的、oh, 公司上班就要是主管，哎、啊，被找了还是要回应吧，不然这个物品没有库存，没有库存、啊，还有这种事哦，感觉超级有耶，卖完了各位，我读卖完了。八子传送门今天被八八买走了，我们就不能买是吗？这里没办法投票，线上有限额是不是？商店卖完了，他现在一个手电筒。跑步真好笑。领了吗？啊，拿了。爸爸爸爸爸爸，没了、欸，好像等阿乔出来，这种机会不多。不吧不不吧。可是也没什么东西好买。确定是没有了。传送器只能传活人或尸体，剩下的东西会留在原地。所以你人传走，背包有机会害死全部人、欸。你们要确定。东西都会留下来。五秒之后才会。还是铲子要买两个，可是我们有路牌了，好像不用那么多铲子。不用啦，铲子就够了。身上拿他的东西也搬不回来物资啊。我
好啦，我需要洗澡。我们让阿巧回来吧。好啊。刚好吃饱。那我们是要去其他地方啊？嗯。啊，要休息，早点休息。要洗澡，赶快先去洗澡。我们要去其他地方。我们再加码一点。看太多惨案是不是？笑。最多也玩到两点了。嗯。怎么样？怎么钱不花完吗？那我们没有要买什么啊？但哎，我们钱其实不花完的话会被扣款，扣20%。没办法啊，可是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了。其实我想说，买东西这件事情应该是让其他两个看懂英文的人吧。没有，我早翻公翻翻。我跟你说，传送门不能买了，传送门卖完了。干嘛呢？嗯，他刚刚那个地方卖完了。这边传送器375，我们也不够钱呢。我觉得。阿巧该睡觉吧。可是吵架子平常玩僵尸都玩到超晚呢、欸。对啊，没有我的时间比较不一样，但我关心你啊。哦，但是感觉可以再过了三天，说不定我们要准备倒了。吓到。嗯，今天加班，明天休息，可以啊。还没看够是不是？我们就这样了。走啦，阿杰。阿杰，你要当指挥官看看。他都是，他都是。阿杰，你要留在这边看看吗？不要。那狗咬你们是不是？我不想要变成一个人。像我手电筒后面常常都一个人，不知道什么。那个恐鬼症很像啊。没有，这个恐鬼症不一样，恐鬼症没那么黑哦。恐鬼症没有很黑吧？还是？这很黑。还是你要拿手电筒？这个伸手不见五指哎！我想拿手电筒。哎、欸，手电筒，你们谁还有吗？有哈，有哈。我身上有一个。好，那就下一期喽。嗯、啊。什么电好电满，这才是真实大小，好不好？好下面三个要钱呢、啊欸，我们不是。通了。好玩。他的物件切换只能用滑鼠滚轮来换、喔、对，很讨厌、啊。因为你一是跳舞，毕竟我们平常都已经训练到不会用滑鼠滚轮切换东西了，对吧？三位。对啊，所以我特不习惯的。可以。我有在买对讲机，我有在买对讲机。没有，这个比较黑好，我有帮你捡起来，对讲机有捡起来、啊。是哦，啊，那、啊、我已经买了，哇，没关系。没有风潮，看一下那个垃圾车又在哪？那垃圾车真的有风潮哦！我、哦、有看到了，抬头多看看。最后，我买了一个对讲机啊，就一个对讲机而已。有两个风潮哎、欸！回来再弄啊，回来再弄。也就是鬼而已，有两个哦，然后也不太会 jump scare， 所以但这个会啊，这个很可怕。家里又是零零呆，是不是？鞋子要来呆呆看也可以。他已经出门了。他说他不敢。他出门。OK， 拜拜。有没有专业的玲玲？你黑不黑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啊，麦块全暗也可以玩。就只是有时候就很想赢，有没有？很想好好拿出来啊，就没拿到，就很烦。有什么？有三个蜂巢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哦，是多想要蜂巢。有点远呢。对啊，可以问大家，那个闪光弹有没有办法闪蜂蜜蜂？闪光弹不晓得可不可以闪蜜蜂？嗯。我们进来了 ，over。直走。好、啊。感谢 ，over。哎，玻璃罩也是拿进去。哎、欸，就这些 ，OK。闪光弹不能闪风避风。哎、欸、，Unicorn 你们过去。拉剪走。
那因为其实哦，破手电筒是很强的。哎、欸，你也开是不是？对。我想说，哇，这个顺开顺关，好猛。有钥匙，你拿一下。我有卡。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啊、阿且有好。锁住，哎、欸，刚好。我刚刚前默契十足，先走右看看地雷。哎，没有门，需要我帮你开吗？我不能开。目前没看到。你们目前那边很还蛮安全的，茄子那边安全。谢谢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哇！我想死了。什么东西？小抽喇叭，70块。那那那，我哎、欸，我存一下，有人贴一个改善画质的模组。我存一下，我存一下。我一玩不想把真心话讲出来。阿贤冷静，好玩游戏。我们先直。哦，直走是那个雾，雾晚一点吧。我们现在，哎、欸，又有 key、啊、地板，对，你可以拿吗？我满了。好，那我拿。哎、啊，开开开开，哎、欸欸，哦，我刚刚钥匙用掉了。这里好卡哦。前面雾我去开，然后你们。好。好。有脚步声，没听到哎、欸。关了关了。他们说有脚步声，可是我是没听到啊。有啊，那我们问问那个啊。你们附近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在帮你们开油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目前这边什么都没有，还蛮安全的。所以啦。哦，有人在家确实很安全。很大哦，这里很大、啊。这里是你上次被那个袭击的地方，算皇冠那种地方。对。后面的感觉很危险。等下前面右转，右转有个 U turn 可以回。还是问一下那里头安不安全？对对对对。他说现在这里安全。哎、欸，好像有没有走到吗？对对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、欸，我们另外边，哦，这边有，哦，这边有。我。我电力消耗50了欸，有吗？有点到，我也剩50。好，我应该完成。我要看另外表上有没有，看到时间。好，这好像有楼上的通道可以上去看。好，那可能是楼上的。有吗？有吗？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可以拿。我感觉可以要回去了，不然要没电了。我们可能要准备回去了，可以指引我们。Over。哎，走错了，是对面。好，主要是我们手电筒用太久了，差不多要回去了 ，over。啊，你们直走，我看不到。那个门口还有东西，他两边出来，那个我拿。哦，可是一个是有声音，有声音。你们前面有。哎，车里。哇哇哇！重大伤害！你们快跑！我没了！知道吗？
丢他闪光了，说。我爸打死了，我爸打死了，可以。哇，你好猛啊！好厉害。可以接我电脑。接着左转，左转，接着左转。哎。直走，接着直走。我现在只能蹲走。阿倩，你超强哎、欸，你打败车力。耶、yeah, ，走吧。我丢个。战神鞋。哎、欸。杀杀 KO。啊，我刚刚丢了闪光弹没用到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我还可以捡回来、欸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对啊。还是他可、欸？哦，他可而已啊，他没用了，他没用了。所以我确实有闪到他 ，OK。哎、欸，小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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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空手，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还要咬我，还要咬我一下，我要倒，我倒啊！不行，我身上的东西太满了。哇，你也倒了。我身上东西太满了，我舍不得丢，我快来不及啊，可惜。哭啊！太久了。贝口没死，为什么不讲话？他可能那个没啊，他那个啦，外面有恐龙，他蹲着。他连那个都关掉了，嗯。玩太久了，玩进来太久了，天黑了，怪太多了。啊，对啊，其实手电筒电力就是暂时提醒，我觉得差不多过半就要走了。我也觉得，可是我们刚好在那个地方，真的走太里面了，有点难出去。小可惜。但我觉得车力其实意外的。因为你刚好前面在帮我扛。对，欸、你超猛哎、欸！我打好几下，而且我是有丢闪光啊，不晓得有没有成功牵制到他一点。有，应该我觉得应该有，因为他有一阵子他没有咬我，我在打的时候他有点在发呆。嗯，对，闪光还是有用。我也阿巧。Nice 啊，是不是？就交给你丢闪光弹，因为我是不会丢的。好，没事，我们是，我们那个、啊、还有很长的时间、啊，下礼拜也会啊，下下礼拜，下下下礼拜。太多。可以吧，阿巧。太多。平常就玩两小时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会那么多。其实两小时也蛮多的。还好啦，刚好是一个适当的时机。啊，入口好像找不到飞船。时间现在几点？还在一小时就是最晚的。他手电筒坏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恐龙啊，他们都不敢用。他的视角太暗了吧？在哪里啦？不知道，我们也没办法看。是面壁吗？没有，还有在绕。他只是一直那个恐龙一直在那里，所以他找不到路。哇，他感觉没救了，他被流放了。还在狂跑，感觉在恐龙那里。我看这里的视线是看不见东西。啊，飞船已经开的样子。还没，飞船还没开走。还没吗？嗯。还没。Yuko 行不行呢？没有，我下次手电筒过半就要走了。哇，外面超多怪的样子。飞船，看着你的那个系统，周围都没人。有，飞船走了。哇，少三了啊！拜拜。哇，我们根本就没拿到很多东西回来，其实，而且还损失一堆东西。损失一堆，对啊。这有点没办法。我走不回家。我没办法，没事。你们死了、哦？对啊，我被跳蚤打死了。有另外一只车力。哇哇，罚超多钱呢！姐，不是我迷路了，我走不回去。没事，我觉得很棒啦。我觉得主要还是手电筒，我们觉得过半就要准备回家了。我们待太久了。那有人说外面有狗狗，你们也很难回来。但至少有机会啦，就是有机会。可是就是我刚迷路了，我根本找不到飞船在哪里。主要还是过半就要回来了，对。
所以我们现在两个手电筒跟两个那个吗？我没手电筒了，我死了。对，两个手电筒跟两个对讲机，哇，只能说还好有零零的。两个手电筒，两个对讲机。一个铲子吗？好，狗狗是需要枪才可以射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狗狗就蹲着走，就不要发出声音就可以走了。哦，你蹲着走，然后你角色不要讲话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刚刚狗狗一来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，我怎么跟你们讲，我怎么跟你们讲。但还好，因为你不讲，我们就知道，你就关，只能关掉，我们就。要怎么？外面五点。他怎么打字啊？我按打字都没有用哎、欸。我知道按哪个斜线的，按小数字的斜线没有用。那按什么？我发现斜线可以。要按问号的那个 shift 的左边那个斜线才有用。嗯。可他不知道哦，我知道，我们等一下进去，然后也打字看看你看不看得到。好。啊！我走不回去，好烦哦！我刚超会跑的、欸，我不错了，不错了。超级巨人追我，追好久，我还啊，走超远还走得出去。难道这是恐怖游戏练出来的？确实，那 回 BOW。OS 的玩久了就会跑了。哎、欸，对，玲玲有时候也可以报一下时间。哦，对，我们蛮需要，我们蛮需要被报时的。为什么你有三个声音？啊？有吗？你是看到 DC 了？你看到 DC 了吗？阿奇？阿奇 ，DC 关麦。对不起，没事，很棒，真的会跑快。但是家里有有玲玲，真的好好暖。因为我的这种会灭头的线啊，这样是不是玲玲那个游戏不用退费了？哦，哎、欸，对啊，玩两个小时、哦、可以不用退费了，不用退费了。但偶尔还是要出门一下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是今天你想出门看看？哦，我觉得今天其实都差不多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理解，我理解，我也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他直接把我们关在外面。啊、我还想继续玩你。我在陪着啊。我们至少要过这个啊，过这个。哎、欸，我不是买两个对讲机？我一个拿了一个手电筒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讲机只有一个吗？看一个、欸，他阿贤。哦，那可能只买了一个，没事没事，那就走吧走吧。看意思吗你？那你要不要拿？你要不要拿？可以给你拿。你拿，你对话。好吧。哎、欸，这里我这里。苏大好早安，晚安啦。瞧瞧瞧。迷路。就是。你们先走，我没体力了。我有随时拿着闪光弹，没有上右键找飞船，它你要够靠近它才会扫到。你看我们这边，这边就扫不到了。听得到吗？先进去吧。好，